大家好，那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开箱一下讯飞的智能录音笔 B1。因为我平时呢，经常会有一些采访啊、vlog 这样的一些事情，那这些事情其实都会用到一些录音的一些需求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买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录音笔。因为我其实有 Zoom 的 H1N 这样的一个录音笔非常好用，但它的问题在于说，我拿到手的其实还是音频，那音频的话，我在后续想要去回听的时候，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识别的，会能够帮到我很多的忙。而且我之所以买这个呢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，这个录音笔它的一个好处是，它可以提供了无线的转写。那可能这个转写我不确定它效果如何，但对我来说可能已经很好了。对，因为讯飞的实力我还是比较相信的，那对于我来说，我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在去回听上，所以我决定说买一个这个，在今年双十一呢也不是很贵，大概就是3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了，所以买一个看一下。我们把它拆箱。我需要用到我的笔，可能还好拆一点。好。那这个录音笔呢，大概就是一个盒子，然后我们打开，大小也很小巧，对，大概跟我的手指就这么多差不多大。然后这是 iPhone XS，你可以和它对比，可能会更有感觉一点，对吧？那这个录音笔它有个夹子，夹子的好处是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录 vlog 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夹在我胸前，这样去说话。那我在我录完以后，它其实就会有这个相应的效果。那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有一个 SN 的条，这个倒没啥。然后我们再看里面，哎，第一层中间后面是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有 Type-C 的线，我喜欢 Type-C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的线，我可以和 Mac 共用一个线就好了。然后我的录音笔使用指南：长按2秒开机，长按2秒关机，关机长按5秒进入到配对状态。然后我需要安装一个 App 叫讯飞听见，在讯飞听见当中呢，它就会帮我完成录音的转写。OK，那我先下一个 App 讯飞听见。讯飞听见，讯飞听见。讯飞听见本身就是这个讯飞的一个录音转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，然后现在有了说等于说它有一个实体录音笔了，也挺好的吧？因为其实就是录音下用的会比较多。App 已经下载好了，我把它登录一下账号。可能会需要绑定一下设备之类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就要连接设备去了。对啊，现在我要去连接设备，然后点击连接设备，它会提示我连接录音笔，然后要关机下按5秒钟，它就会进入到一个蓝色的状态。这个蓝色状态时候，它就会识别到有一个录音笔，然后点击连接，连接到这个录音笔上。好，我录音笔还有58%的电量，然后免费转写的权益呢，已经发到我的账户上了，提供了转写服务、同声传译，大家可以看，它里面有转写服务、同声传译等等很多种来自于录音笔的特权。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算是比较实用的。那接下来我可以来试一下。录音笔这个怎么录音？点击录音笔的开始录音，App 里面可以控制。然后现在呢，它就其实已经在录音了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夹到我的领结上来去进行实时的录制。在这个实时录制的过程中呢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在 App 当中已经有了对应的语音识别。那这样的话，在后续我去进行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处理的时候，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完成我的识别，对吧？我可能做字幕，我直接复制过来，我对齐一下音轨就可以了。
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工作，以及我去在日后去做一些采访的时候，可能这样就会非常的方便。对，然后这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开箱的一个大致体验吧。然后识别的效果呢，我从目前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，然后手机上就可以保存，它还有一个同步，它还有一个大概十 G 的一个云存储，那基本上是够用了。免费转写呢，每天的上限是24个小时，也就是说你要不停的转。但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诉求，说要不停的转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录音笔总体来说使用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大好处在于说它是可以当录音笔用，也可以去当成你的这个连接用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可能就是采访或者录 vlog， 那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，我可能就直接连着就去用了。但是可能有一些特殊场景下，那你就只能开录音笔。那它还算比较小巧的，只是说可能在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声场效果啊，比如说它对一些那个声音的抓取这个方面，它可能做的不如 Zoom 好。但是这个我也没有测试，我也没有去直接去做对比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些更加专业的媒体提供的信息。那就单纯的体验而言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如果你说 OK， 你平时有一些采访的任务，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录视频，你做 vlog， 你懒得去做这样的一些那个一遍一遍听，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就可以很方便你去完成你的视频的字幕录制，因为你拿到手的时候就是已经录好视频以及对应的文字，你要做就是把里面文字里面的一些错字给修掉，以及把它对到你的视频的这个轴上面去，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开箱呢就到这里。等一下呢，我也会把这个我买的这个商品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，然后方便大家呢去购买这个录音笔。对，如果你现在还需要的话呢，目前刚好距离双十一结束还有4天，对你来说你还是可以赶上这个末班车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